0402台铁40班次列车事故联合追思公祭追思仪式，请与会来宾亲友原地起立，请低头默哀。默哀的公祭仪式礼请总统府公祭，有请蔡英文总统担任主祭，礼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、交通部长林佳龙部长担任语祭，上香礼拜。